嗨，大家好，是你们可爱美丽温柔的大哥。本来今天是要去录一个温泉之行的 vlog， 可是呢下雨了，你们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的温泉之行就变成了大家一起放个假去剧本杀算了。那就去恐怖剧本。恐怖剧本？对，恐怖剧本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从来不怕那些，我从来不怕鬼，而且我在密室里就是保护别人的那种。是哪位大佬？弟弟要被骂。是摄影说的，不是我啊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请勿上升到博主本人。不会的，摄影的问题不要上升博主本人。请你这样吧，大家表演一个杂技。身材比较柔美，你给我身材，那我肯定是校花呀，我能不是校花吗？我今年19岁，我是一个校花，是个校花，你是个校花，就是我，反正就是学校最漂亮的。然后这个也是我当年的舔狗。新开的教室中间，征校中学的几位幸存者相约在此会面。我操！这是一个杀人狂可以做得到的事儿吗？可是我们那天稀里糊涂的就逃出来了。不是，你不是很喜欢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参加毕业典礼的人都全都死光了，为什么只有我们几个活了下来？到底我们是怎么逃离的学校？我们在逃出来之前又怎么活下来的？Go！ 你站哪儿吧。我的脚可爱吗？好吧，哥哥，亲吻我的脚你不要动，弟弟。哎，走嘛，把门关。我操，那个太恐怖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出去。来，你。拿着自己，不是我自己拍，我自己自拍吧。就线索就放旁边，就铺了一个白纸，然后这个下面就还，这个下面有那个鬼，他爬出来，他慢慢一点点长得啥？我以为他哥哥，他怎么不让我去找线索？真的是太恐怖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敢去了，很保护我，妹妹保护我。哎呀，我怕得很，保护我，不是，要不你不保护我，我当场死亡。我现在就要死了，我不行，哎呀，我也不行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别吓人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哥哥姐姐。哎，吓人不用，我要低血糖啊！我害怕，不行，我害怕，不行。你怕个鬼！我真害怕呀！我操！我不敢进，我上去我就下来了。你帮我拿些什么？帮我，不快去！啊，别，喂，哎，你怎么走？怎么？哎妈的，好黑，看都看不清。我怕丑得很，怎么回事？快进去啊，你们！进来了。我进来了，走嘛。没事，没事。这个白色的是一个尸体啊，姐姐。不行啊！快点！我的脚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怎么动了？怎么？走嘛，老哥。我都进来了，你还不进来？怎么？这怎么玩呀？我的。看这几个人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我们的鬼。在哪里？妈妈，对，我俩再去哪里？妈，爷爷走一起。他还说没有鬼，我过来。他下班了吧？可以下班了。没有鬼了啊！看吧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怕。我牵着妹妹了，我保护妹妹。妹妹在前面。妈，看不清楚。妹妹去哪？她去哪？这边。这边去哪？去哪？她跑得好快，上次。不是没鬼了吗？
老铁们把打在弹幕上。你去哪？冲！给妹妹一个表情。这儿我给你拍了，你别扯我，我不好弄。你扯着我，我怎么办？笑死我了。三张住。你把拿完行不行？大哥去吗？我不去。把阿九打在。你走。然后还有啊，一只。你妈！一只啥？一只美女。接着我们要去唱歌啊！我们不是回去吗？我们去唱歌，他们愿意的。我害怕、啊、这个女人自己睡不着，拉着我们去唱歌，一点点的害怕，一点点，你们信吗？你们信？把信不信打在公屏上。既然我们两个美女，给大家整个才艺来杂技，一二三，走。既然大哥要拉我们来唱歌，那我就给他准备一个节目，现场翻转一段我刚刚外卖的一个唢呐。走，这边把你送走，走吧。大哥，干嘛？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才艺，你要不要欣赏一下？待会儿跳高舞嘛。肯定是你没有看过的喽！我没看过你跳楼。一，来，噔噔噔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去学了的。来，听着，听我高歌一曲。啊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不要再催我跳舞了，我直播跳舞的时候你们根本不会看我跳舞的。
在哪里？你不要动手！毕竟是是我自己把自己消失，我无关他的事。就很遗憾，我们做这个决定，我们决定就此解散了。是说非要这样子，迫于无奈嘛，迫于现实的压力，这个号我就不更新，那也就学员了，对不起大家。祝大家以后各位彼此过得幸福和长远，因为我们要去睡觉啦，晚安。不是要睡觉了吗？干饭最重要。对，晚安。